Anson Low 早前在超级推介榜年度推介2122凭 Mega Hit 夺得年度之歌和年度男歌手金奖，因此引起部分姜糖和神徒骂战。之后姜糖说，边个攞奖都戥他开心，我们的感情不会因为这些事而受影响。教主亦说，队友间有竞争和比较在所难免，都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关系。其实他两兄弟的感情怎会受这件事影响呢？好像最近他们和 Ian 帮 Shiseido 拍广告，在 Shiseido 发放的绝密花絮片段，姜 man 很自然地翘着教主的手，教主又帮姜 man 整理件衫，姜 man 还做 mega hit 手势，教主又跳 master class， 不少镜粉都说很喜欢姜神的互动啊。其实姜神在参加全民造星时已经很 friend， 成日糖痴豆，看看瞬间见。咁都唔知啊，佢哋 friend 到 Will TV 喺2018年都拍过一条全民造星特别片，姜神 CP 纯纯的爱嘅片，讲佢哋有几 sweet， 温馨得嚟好爆笑，真系百看不厌噶。我哋系咪好 friend 啊？我哋唔系 friend 嗰种，我哋系已经系咩啊？我觉得我哋可以用 friend 嚟定义我哋两个。系咯，我觉得密友，净系密友。哇，你唔好除衫啊！呢一刻唔系除衫，我吸一粒流。好中意佢嘅身体咯，觉得全部身体啫。因为我觉得佢嘅嗰种身材系一直梦寐以求嘅嗰种，所以成日摸佢。你有见过我身材咩？有啊，你成日喺度露。有露咩？即系觉得佢全身上下真系。好想要，即係大家都知佢以前係肥仔啦，咁佢而家即係瘦咗好多嘛，但係佢都仲有啲肥仔底喺度嘅，即係咧。喂呀，有脂，你每次摸還摸你，冇加我脂得唔得？真係。你唔好喺度屈到好似得我脂你咁樣喎。都係因為你知我先。唔係，即係同埋我哋好中意玩個遊戲就係互脂啦，即係。啊，信任嘅遊戲。信任，係喎，係我哋有個信任嘅遊戲啦，我哋試一下先。哇！仲有呢条2018年嘅 IG 直播都好经典，姜 man 仲叫教主咀啖先，真系甜入心噶，一齐睇睇啦。咁点算好啊？我而家完全听好难先听到你讲嘢喎。咁啊，咁我哋不如把口喺个直播嗰度咯。咁样咯。Hello。大家听，我哋两个边个？有冇挂住我？有冇挂住我？有实有噶。头先谂住吹完头瞓噶啦，点知无啦啦话要直播。哇，好辛苦你啊！对唔住啊，对唔住啊。系啦，等先，快啲。咩啊？你讲咩话？咀翻啖先。你咀先啦。喂，我谂到点样咀啊？你贴块面过嚟嘅咩？一数一二三，跟住就咩啦？好。咩啊？即点啊？咩啊？你想点啊？想算啦，不如瞓觉啦，冇教佢嘅。我踢走你啊！唔啊！大家知唔
知我哋有個報道，呢、這個我同佢係咩關係超過普通朋友，跟住我哋各自嘅阿媽都以為我哋係 gay， 跟住都覺得太誇張了。我阿媽都係咯，佢都有一日翻嚟問我話：，哇，阿仔你係咪？是不是真的？他說蛤，什麼是不是真的？他說你跟啊不知道哪個 Anson 不知道什麼 你跟我老實說是不是真的？他說唉，當然不是了。